一个配套，然后一个床包，然后两个枕头套。这个装的方法很简单哦，这边有松紧带，直接这样套进去就可以喽。这个床包附的是两用被哦，它可以单盖，也可以里面也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被子，像是羽绒被哦。但装得很方便，又很保暖哦。